紧啊，老谢，不要笑啦。小朋友放寒假了，超人气卡通海绵宝宝也趁势登上大荧幕，抢攻票房。这个地方怪怪的。海绵宝宝和派大星等伙伴来到人类世界，变身超级英雄，和海盗搏斗，拯救家园。本片结合电脑动画和真人实境，以 3D 方式呈现，满足影迷的视觉享受。日本电影《世纪怪盗鲁邦三世》改编经典漫画，人气男星小栗旬减重8公斤，诠释天才大盗鲁邦三世。为了取得传说中的宝物，他和同伴攻破层层机关，却遇上敌人暗中搅局。台湾演员言承旭在片中饰演小栗旬的死对头，有不少武打动作戏，有别于过去花美男的荧幕形象。好莱坞金奖季节到来，有实力的好片也陆续在台上映。电影《那时候我只剩下勇敢》由金奖影后瑞斯·维斯彭担纲主演，她在片中洗尽铅华，饰演历经人生低潮的女主角，透过在荒野徒步旅行重新找回自我。瑞斯·维斯彭和饰演母亲的罗拉·邓演技催泪，感动不少观众，双双入围奥斯卡女主角和女配角奖项。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? I don't know. 好莱坞男星杰克·西蒙斯先前拿下金球奖最佳男配角，演技备受肯定。他在电影《进击的鼓手》饰演魔鬼教师，为了逼出学生潜能，不惜飙骂、打巴掌，手段激烈。本片剪辑手法利落，节奏精准，问鼎奥斯卡四项大奖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